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。今天要为各位分享的是斜影飞影的动态造型。哦，我本人很期待。我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一只一定要有动态造型？刚刚有观众说最帅，只有最帅，没有之一。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像观众说的那么帅。来喽，我来喽。小颜色可就好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说那个龙要这样出去？官方有在听啊，有没有？我之前是不是说过？不过它太快了，一下子可会慢一点了。颜色可就好，太快了，很可惜，看可不可以再做微调，真的太快了。小恩杀口就有喝啊嘛！有没有？他做出那个效果有没有？是不是做出那个效果？有没有？口就有喝，真的哎！官方有在看啊，去看重播，官方有在看啊。小恩杀口就喝，太快了！对，应该慢一点啊。他都念完了，那个龙才出去，不，龙出去了才念完。对啊，我看。小恩杀口，哦。他是要搭配邪王岩沙剑呐、啊，哎、欸，不能偷懒呐、啊！邪王岩沙剑也用邪王黑龙波的，邪王岩沙剑也用邪王黑龙波的。你看，岩沙剑这个是可以，可是你黑龙波怎么也用同一个、啊？熊岩沙之口就有哈，你要这样，要熊岩沙之口就有哈，对你懂不懂？我来示范，我跟各位解释一下。官方现在做的动那个数大概是熊 N 杀之口就有哈，不是我话还没讲完呢。熊 N 杀之口就有熊 N， 我都还没念完呢、啊。对啊，好啦，看可不可以微调啦，反正官方有在看的，我觉得 OK 啊，这蛮帅，真的是蛮帅的。熊 N 杀之口就有哈，真的是蛮帅的，对吧、啊？藏毛就算了。